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几年以后，怎样顺利返回美国》。那我们知道呢，前几年啊，因为这个新冠 COVID 的疫情的原因啊，很多人呢离开美国好几年啊，也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的原因或者要照顾家人离开美国呢。我们知道这个平常你拿着绿卡呢，我们建议离开美国不要超过一年。是吧？有的人说6个月啊，一般来说呢，不超过1年都可以啊。那么天有不测风云啊，有的人呢，他这个本来没想离开美国一次性太久，但是像前面讲到，因为各种原因啊，疫情啊、工作呀、个人啊、这个家属啊等等啊，可能一转眼呢就离开美国已经2年、3年，像这样啊，在我们的文章啊里面呢也讲到了，有的人呢离开美国已经2年、3年。哎，在过去一段时间，比如说现在2023年嘛，去年是2022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像这样情况的人呢，返回美国基本上没有遇到问题啊。当然，我们没有看到离开美国太久的，你说我离开美国7、8年了，能不能拿原来的绿卡返回？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当然一般来说嘛，你离开美国时间越久，这个风险越高。我们看到的呢，有3年多的啊，算是比较长的，也就是从比如说2019年疫情发生以前啊，到现在。更长的呢，我们客户里面现在还没有。那这个，有的人2年，有的人3年，返回美国呢，一般没有遇到问题。那有的人说呢，可以办这个 SB1 签证，是吧？可以在广领馆。这个呢，理论上存在有这样的途径啊。那我们以前研究了一些，但是呢，根据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所了解的情况，SB1 签证呢比较难批准。好多人费了很大力，但是还是没有批，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他已经有配偶啊、孩子呀，在美国有这个绿卡公民身份，那他可以重新办一回亲属移民啊，这是一种选择。或者呢，如果需要嘛，也可以重新办职业移民。当然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呢，最好离开美国不要太久。像前面讲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过去的疫情的特殊情况，离开美国2年、3年多，一般呢还是可以返回的。但是呢，那你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说辞啊，解释。比如说呢，不能泛泛的讲说疫情原因，对吧？要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所以更多的呢，要 personalize 啊。有的人呢，具体的提出了，比如说自己啊，或者家人的医疗记录啊，或者其他的 emergency 等等原因，或者至少呢，你要有这样一个解释，一个说明啊。同时呢，还可以提供和美国的联系，比如我在美国有住房、有银行账户、有信用卡、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者呢，还和美国的雇主啊、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同行啊，还保持着联系啊，像这样就表明呢，我没有意向放弃我和美国的联系以及我的绿卡身份，这样呢，利于在离开美国一段时间以后返回。就刚才已经讲到，这个呢算是最近的一段的特例。那坦率的说，大家都知道呢，因为中美关系啊等等这些原因，现在可能大家听说，现在办非移民签证，比如说 B1 啊、B2、F1、J1 比原来要难。那同样呢，我们预计以后呢，说如果离开美国时间比较久，再要返回，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将来可能也会越来越难。那需要注意。那以前呢，因为是疫情的特殊原因，那以后，要说航班也在逐渐增加，对吧？那再说你也不一定要到美国大陆嘛，你也可以去夏威夷，甚至关岛啊，这些也都可以啊。所以呢，这个要说完全没有条件说短期回到美国几天，这个呢不是很有说服力啊。这个以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离开美国太久。这个是关于保持绿卡身份，还有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你的绿卡身份本身不会轻易的过期失效。但是呢，你的绿卡啊，这一般是10年有效的。那么10年到期了呢，需要更换。我们此前也讲过，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需要提交 I-90 的申请。那这里呢，需要注意，如果你在绿卡过期以前就提交 I-90 申请，会比较容易批准啊，速度也比较快，有的时候也不用另外打指纹，比较方便。如果你的绿卡已经过期了，然后要再办呢，有的时候要的时间就比较长啊，经常也还要另外打指纹，也就比较麻烦。那如果你人在美国境外，已经离开美国2、3年，然后绿卡又过期了，那就麻烦一些。如果绿卡没过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
所以你可以平常要注意啊，自己这个绿卡证件的过期日期，来避免啊这个陷入更多的麻烦。那如果万一你看绿卡要过期了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尽快安排，就是说这个返回美国，在绿卡过期前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绿卡更新的申请啊，也可以在网上提交。我们以前也有别的视频讲到这种情况。总之呢，根据我们的了解，过去几年因为特殊情况，有绿卡身份但是滞留在美国境外好长时间没有返回的人还是挺多的。那这个视频呢讲到这方面怎样来应对。同样呢，过去几年里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美国，身份签证过期了，超期逾期滞留的呢人数也还不少。那这些人呢也还是有可能转换成其他的签证身份或者继续办理绿卡的。我们也写过一些文章，有的是在疫情期间，那么现在呢情况也还是相应的类似。我们也帮助有一些客户即使身份已经过期了一段时间，还成功的取得了 I-485 的批准。具体呢当然要认真规划，因人而异。如果你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谢谢。